然后他说叔叔看到照片里的美女啊，照片太多了，好细好细。没有，陈同学可以发现自己心里面还有这些问题，这就是可以有救的啦。如果一直都没发现，不知不觉那就是没救了啦，真的。很开心你有感到感觉，真的是为你高兴。然后呢，还有吗？元宇？没有。讲一下吗？有啦。啊，明玉啦。他跟我怎么住呢？你都没有讲话。来来来来，他很有感应的，真的。真的真的，来来。来，明玉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他也是拜佛拜得很诚的。哎呦，不敢看。很诚的。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师姐，阿弥陀佛。哎呀，很惭愧，那我讲，讲我先生就好了。学佛我从我大概我记得我14岁那一年的时候，我记得我那时候一直去拜文殊公，那就一路以来就觉得说啊，拜佛，哎，拜佛。就是一直拜，想拜佛，但是还没有体会到说拜佛的意义是在哪里，只知道说拜佛是保佑我们。然后直到我来泰国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公司泰国的公司还没有，泰文又不懂。那我来泰国的时候，真正就有一个老有位老师就提醒说，念大悲咒。那时候我真的只有拿一本那个白衣神咒的那个，大家应该知道，里面就有大悲咒。那时候开始就念大悲咒，然后就一直就很多繁杂，在泰国很多繁杂，那我不舒服啦，不开心啦。就有一天回去，有一次回去台湾的时候，就在机缘下，我姐姐叫我念普门品，那就念普门品，一路上就是大悲咒普门品，大悲咒普门品。然后公司有一次真的是很危机，然后我每天晚上一定都有修说念普门品啊，或是大悲咒。我先生每次就是会带我去泰国庙，或礼拜六礼拜天我们就有空的话，没有跟朋友出去，就是自己开车去哪一个庙啊。我先生就是泰国人嘛，他就会想说啊，去拜佛啦。就是那一次的时候很，就是公司刚才真的很危机，也很有问题。然后我先生跟我讲说，你来求观世音菩萨。我说爸爸你自己求吧，你自己求会比较100%啦。哈，那我先生跟我讲一句话，还是你求啦，你求你。我说那你怎么知道我求会那个？他说每次看你哈，一坐下去就一两个钟头，那一定哎。那有一次我真的在我们家晚上就在念佛，等念完的时候，我另外还有一间那个昆都，然后很多那个叫什么鸽子的，鸽子，然后弄到那个整个那个阳台啦，那个花送花的。大便真的很难清除，臭的又臭的要命，我又不敢讲说，哎呀，你为什么你们都给我造成烦恼？但是我还是会回向给他，还是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弄干净。那就有一天我就回去，那天晚上我就赶快回去，就念那个，我也不知道我念普门品还是念大悲咒，我就说啊，今天的功德回向给那个空都的那个鸟鸽子。还没讲完呢，我们家的玻璃那个玻璃窗那个是就有煞很清楚的，这样咚咚咚这样子，吓得我赶快转头，哎，怎么没有？我现在在书房里面，我就偷偷去看，我现在又很安静。那时候就知道说啊，真的是意念，只要一个意念念佛，你诚心的念佛，真的意念就到。那我先生呢，他就是在这几年来一直生病，我真的很担心说，平常啊他都不念佛，但是他也很诚心拜佛，因为我先生妈妈也是很诚心的佛教徒。那我一直担心他怎么办呢，生病就这样子，人家说在癌症的人临终很痛苦，那我就尽量一直做给他，如果然后在最后的时候，就师姐真的很发心，就有那个阿弥陀机给他听。在医院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怕他烦心，真的很怕有那种干扰，我就一再问他说爸爸会不会很吵，
他说他说不会。我说会不会太大声？不会。那时候心里就很怕，说希望说他真的没有杂念的走，也没有烦恼的走。直到最后的那么一刻，他真的很开心的走，也让我真的是念佛念到很开心。我真的。求佛祖法乐，提醒师兄们，你们真的要珍惜的念，在念的时候没有杂念，这是我自己的经验，我的体验，还感恩我先生给我这个给我一个真正的念头，我真的不能再那个惰性了，因为我有时候念经会念到真的很惰性，有时候啊今天念了，明天休息，今天有时候今天想要说啊今天很累。明天再念，可是现在不敢了，就是说今天很累，念少一点，明天再补充。直到我最后的那么一口气，因为我先给我看最后那么一个口气，真的是很庄严、很快乐。虽然他没有念经，但是他每天都会最少有一句阿弥陀佛。我那时候我心里就很开心，他心中还有阿弥陀佛。谢谢。